神的儿女们，让我们来敬拜神，让我们来高举他自己。救赎的确据和盼望，十字架现在在过去已经发生，而也这个功效也长存到永久的一件事情。谢谢你天父，我谢谢你，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独生爱子，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十字架的上面，我们拿去脱去那一切缠累我们的罪，更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卸交在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更深的仰望十字架那份永活的盼望。一起来说，当我们走过变幻莫测的城市，有些事情常令人疑惑，但是世上最重要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却完全不能掌握。相信
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事情是无法掌控的，但主你已经赐我们一个信心，是超越这个环境，是超越别人的话语，是超越一切我们所知道所不知道的事情的，是超越我们过去的经历枷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捆锁的。主，我谢谢你，你十架的大能的功效是现在未来都继续存留的，主啊，并且主你的爱释放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，我们不再做罪恶的一个奴仆，主啊，我们也不再受到捆锁。孩子，奉耶稣的名，主你今天释放我们，在真理里面借着信心得着力量和盼望。孩子，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们，阿们。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，十字架永远是我们得胜的记号。所以这时候，当我们一早起来仰望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单敬拜神，在我们的思想脑海心灵中间，我们仍然把十字架放作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，让十字架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让十字架的得胜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让十字架的盼望也临到我们身上，让十字架那个荣耀现在就临到每一位在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的人。我们同声开口，再一次的为着十字架我们感谢神，因着十字架我们感谢神，因着十字架我们有盼望的来呼求，来仰望，来感谢。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感谢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因着十字架，主啊，因着十字架，主啊，因着这个十字架，主啊，我们要得胜，因着这个十字架，主啊，我们要得胜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要感谢，谢谢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亲爱的。因着十字架，主耶稣啊，你释放我们，改变我们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
气死我们的肉体，带领我们活过来，气死我们的肉体，带领我们活过来。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保罗表达他的信仰，他说：“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；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或死或活，我们都是主的人，因着十字架。”因着十字架，所有的成功都从十字架开始，所有的富足也都从十字架开始，一切的荣耀、尊贵、繁荣都从十字架开始，一切的蒙福、一切的祝福、天上的恩膏都从十字架开始。没有十字架，我们就没有前面的道路；没有十字架，就看不见神的荣耀；没有十字架，我们找不到主在哪里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再次的开口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要奉主的名，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我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；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捆锁；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咒诅离开我们；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让我们贫穷离开我们；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那被神改变、焕然一新的新皮带。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在你脚下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在你脚下。谢谢主啊，因着十字架我们得胜。主啊，因着十字架我们得胜。主啊，因着十字架我们得胜。感谢耶稣，谢谢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在你前呼求仰望你。主啊，让我在你前呼求仰望你。是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耶稣啊，因着十字架我们得胜，因着叫我们得医治，因着叫我们得富足，因着十字架我们得荣耀。神灵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因着你的十字架已经有力量，耶稣得胜，耶稣得胜，我们可以是健康的。神灵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谢谢主，让我们在十字架的恩膏的里面，我们继续的前进。因着十字架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。因着十字架，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心意。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。现在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：有十字架，才有你跟我。来告诉他：有十字架，才有你跟我。谢神。今天要看一段经文，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32节到第40节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2节到第40节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：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他们、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感谢主，在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伟大的信心的英雄，讲到了他们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还有其他的人看见他们殉道的过程、受逼迫、受伤害的过程，神就给他们一个注解说：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按照原来的话说，应该讲是这世界配不上他们的意思，就是因为他们太尊贵了，神太宝贝他们了，神太爱他们了，神看见他们的心就觉得这个世界配不上他们，远远不能够配得上他们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是尊贵的，他们的生命是神所拣选的，他们的未来、他们的意向、他们的使命是神所为他们预备的。他们虽然在前面遭遇到这么多难堪的事情，然而这个世界上配不上他们，这个世界的等级不能够与他们相匹配，在神的眼光中间，这个世界配不上这些因着信心而活的人。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让意象来抓住我们，在信心中间，我们要让意象天天的抓住我们。这些人在主的面前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，他们不单单是有信心，他们都是有意象的。基甸看见神，巴拉看见神，
参孙经历神，耶和他经历神，大卫经历神，撒母耳经历神，众先知都经历神。他们有一个意象，让人看见以色列中间是有神的。他们有一个意象，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力来，让人可以看见主在这地上掌权居首位。他们有一个意象，看见神的国度被复兴。他们有一个意象，让人看见在他们生命的光景中间，原来神可以做大事，透过他们做大事。他们有一个意象，是人脑袋里面不能想象的。他们的眼睛看见那个意象，人不能够想象得到。他们奋力的向前，无论前面有多少的困难，狮子也好，山岭也好，痛苦也好，锋刃也好，刀剑的锋刃也好，火焰也好，或者是其他逼迫捆锁在里面前面等着他们，他们都说因为前面有异象，所以要不断的往前去。难怪保罗在捆锁中间他仍然可以赞美，可以祷告，在监牢中间他仍然说我是自由的，他仍然说为世界，为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，看这个世界如同粪土了。因为保罗有异象，看见外邦人都信耶稣，那是他的意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儿女们，没有意象我们的路是走不下去的。你一定要确实的相信，没有意象的人生是不值得过下去的人生。有意象的祷告是看见祷告蒙应允的祷告，有意象的生活，这个生活是强壮而且是荣耀的。没有意象我们就浑浑噩噩过日子，没有意象我们碰到一点困难我们就退缩，没有意象一个人说一句话我们就倒了，那个人说那句话我们就觉得我们受伤了。没有意向我们真不晓得往前该走几步才好，走两三步我们就倒退了，走几步就倒退了，因为没有意向。当我们有意向的时候，前面有再多的困难，再多的难处，再多的凶恶的事情发生，我们仍然可以跨步向前。阿们，感谢神，意向带来生活习惯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实在的鼓励你，基甸为什么会改变他的生活习惯？意向抓住他。为什么参孙原来是非常混乱的生活，后来改变了？最后的那一刻，因为意象在他的里面，他看见他要为主做那最后一件事情，看起来是报复，却是神手上的工具。你看见大卫，你看见撒母耳，你看见所有的先知，你看见他们在那里服侍神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被意象吸引，因为有个意象在前面抓着他们，一直抓着他们，一直抓着他们，一直往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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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撒母耳看见扫罗在那里随便乱献祭，他心中愤怒到不行。还好有个异象，哇，小小大卫在后面 stand by， 哎呀，太好了。他有个异象，他知道神在以色列中间会兴起君王，他有异象，他有异象。撒母耳为什么在以利旁边继续服侍？看见他两个小孩混乱，他可以继续下去。他的母亲的祷告把异象栽种在撒母耳心里面，吼。这个年轻人，这个小孩，他就这样子继续服侍，忠心服侍，因为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他的母亲说给他的故事，他听见他的母亲告诉他以色列百姓中间神的作为，他的母亲告诉他如何祷告神成就，所以撒母耳是有意向的，他才能往前走，他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儿女们，你的生活习惯能不能因为意向而改变？你原来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自在悠闲的，可不可以因为意向而奋心？你本来的生活觉得这样就好了，能不能因为意象而改变？你可以改变吗？你可以因为意象生活习惯改变？本来都九点钟起床的可以改变吗？本来都不祷告的可以改变吗？阿们，感谢神，让意象抓住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习惯就可以改变。意象抓住我们的时候，可以带来受苦的心智。你看见这些信心的伟人，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有人忍受鞭刑，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，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羊皮绵羊山羊的皮得处奔跑，前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。谁想过这样的生活？有意向的人没有问题，过不下去是因为意向已经涣散了，过不下去是因为意向已经离开了。谁能过？看见保罗他就过了，彼得也过了，老约翰也过了，雅各也过了，马太过啊，感谢主，这些所有的耶稣的门徒一代接一代前仆后继，因为抓住意象，因为抓住意象，使命在他身上就焚烧起来，他就往前走，那个受苦的心智就在生命中间成为他的记号。没关系，因为意象我为主受苦，因为意象我在神的面前跪着祷告，我膝盖即使痛，因为有意象我也不害怕，因为意象传福音被别人羞辱也没关系，因为意象宣教到蛮荒之地即使有性命危险还是去，意象抓住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
意象抓住你，什么苦都不怕。如果现在还在苦的当中，觉得啊，我人生没有盼望啊，我这个服事很无聊啊，怎样，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你觉得很苦很苦很苦。弟兄姐妹，那表示你的意象不够鲜明，因为你没有看见你的意象到底是什么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最后，意象带来勇气和渴慕的心。意象把勇气激发出来了，人会勇敢看见意象。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心中有个意象说，让普天下人知道这里有神。你看那个意象多伟大，让人看见，我就跟你打，因为我知道神在我的里面。那个勇气就被激发开来了，感谢主，神带领我们弟兄姐妹，神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摩西、约书亚这些伟大的神的仆人们，但以利、尼西米，他们为什么有勇气？因为有意象。尼西米已经看见城墙修好了，他已经看见那个城墙已经围绕耶路撒冷，已经看见，虽然流泪，可是他已经看见了。他勇敢站起来说，神长让我走，巴比伦王让我走。他为什么敢？杀头都没关系，因为有意象在他的面前。但以利为什么可以敢？三个朋友为什么敢进到火窑中间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？以赛亚为什么敢？耶洗别为什么敢？这个耶利米为什么敢？他为什么敢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好吧，就做吧。意象抓住他，他有勇气。不单是这样，他的渴慕的心就越发的增加，因为意象抓住他，吸引他前进。耶稣的意象就是上十字架，他就渴慕的上十字架，爱慕上十字架，为了你跟我的缘故上了十字架。阿们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一起开口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让意象抓住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神先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，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愿意因为意象的缘故改变我们生活的习惯。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改变，耶稣，让我们的样子，主啊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就改变了，让我们的心就改变了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就改变了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意象浇灌我，让我的生活习惯是完全被你翻转过来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赞美你，主啊，主啊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的道路直奔。主啊，主啊，再次的使那个你放在我里面的意象再次被点燃起来。主啊，叫我今日活着，主啊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主啊，乃是为着你所呼召我前往的地方。主啊，主啊，叫我们因着主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和指望。主啊，我说我可以更新我的生活，主啊，我可以更新我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因为主啊，我不只是礼拜天进入到教会里面，主啊，你让我每一分每一口气活着，主啊，都荣耀。要赞美你自己的名字，主给我智慧，给我聪明，教导我如何分配时间，主要教导我如何的对待家人，主要教导我如何的分配我每一分每一秒，主要在你面前，主要做合你心意的人，主要我谢谢你，主我赞美你。阿门，阿门。我们再来祷告，让我们因着意象有受苦的心智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因着在主的面前有意象抓住我们，就不害怕受苦。同声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谢谢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因着意象。因着意象我们可以受苦，因着意象不害怕，因着意象我们在里面不害怕受苦，不害怕。耶稣啊，因着意象我们抓住你，紧紧地站立在你面前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谢谢主。耶稣，我们真需要你的意象，主啊，当你的意象抓住我们，主啊，即使受苦了，主啊，即使在苦难的当中，耶稣，我们也知道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心意，主啊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耶稣，主啊，我们就等候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主啊，有在苦难当中为意象受逼迫的，耶稣，主啊，孩子就在这里祝福，也为这些弟兄姐妹们祷告，圣灵欢迎你，耶稣，你继续激励他们的心，主啊，使每一个主啊有你意象的儿女，主啊，不害怕走苦难的道路，耶稣，主啊，在苦难的当中。在试炼的当中却有大的喜乐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谢谢主，阿们。我们祷告神，因着意象我们有勇气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每一件事情。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成为有勇气的人，主啊，让我们成为有勇气的人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因着意象我们勇敢，因着意象我们勇敢，谢谢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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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�谢耶稣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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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耶稣，
们可以真实的为着那去而活。是的，主，我赞美你，因为就如同你对约书亚所说的，你必与他同在，你也必与我们同在。我就赞美你，你就将那刚强壮胆的心赐给我们，以至于当你将意把意象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深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活。而当我们深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的时候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的恐惧，主啊，加添给我们力量与勇气，以至于我们就能够跨出去。主啊，就照着你的带领来走。主，谢谢你。赞美主，我们祷告神，因着意象，让我们更多的渴慕神。同声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因着勇气，我渴慕你。主啊，因着意象，我渴慕你。主啊，因着意象，我要更多的爱你，更多的渴慕活在你的里面，更多的改变我自己，更多的渴望进到你面前来。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就是的，主，当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意象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要更多的来渴慕你，我们要渴慕主你话语当中的能力，我们要渴慕更多时间来亲近你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若我们已经领受意象，我们在这条意象道路上面要奔跑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许多许多的不足，主，若我们不连接于你，我们不渴慕你，我们哪来的能力呢？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在领受了主你给我们的意象之后，主，我们就单单的要来渴慕你，谢谢主，我们不见一人，单单只见你。阿门，阿门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意象的灵充满我们，为主而有意象，为神而有意象，为神的国度而有意象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因着意象我们看见神的国，因着意象看见神的国。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主要为着我们每个人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意象下来祷告，是这样活泼的，是这样明确的，是这样撼动我们生命的。是的，主要让我们可以紧紧跟随你的。主要今天让我们可以见到从你而来的启示。谢谢主，要让我们可以跟随。谢谢耶稣，阿门。主要让这意象天天抓住我们，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相信一生有你叫个天堂，我相信